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天上午10点钟，然后来到了西诺黑尔来徒步爬山，看这边都是山，这是在山谷之间，然后这边有飞机场安大略。好。300多米，它是有几个口啊？登山的口不一样，所以。这边有几个口上山？上山有几个口？不上，今天不让上。不让上？不让上啊？只能你也想爬呀？爬了？这已经结束了啊？刚到就结束了。不是，这忙啥呢？你这他们是？说，看不他们说前面300米啊？说前面300米那边能上吗？不，从这嘎走，这走一圈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山不行了，这个山不行了，对，不让上。你要上别地儿，上别地儿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山呢？告诉你个别地儿可以。别的也可以，啊，今天封山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最近咋不排查了呢？吃的了呢？吃的啊，那个吃的拍的少了。整点特别的拍。嗯，你好的。送花姐呢？你送花姐呢？没有，我你看啊。他说这个山不让爬了。我也到了，我离你这儿350米，我碰到安吉拉了。封山了，看，Welcome Chino Hill。小东，那我们过去吧。他说这个不让爬，前面让爬吗？好的，人家是专门。花姐是我们那边的人呀。花姐啊，叫花姐叫 Lisa，是我们成都的吗？